欢迎来到玩具开箱，今次会介绍 Micro Machines 大黄蜂的玩具套装。包装盒亦都有提到，今次套装原来有10个互动的元素的。车身以黄色做主调，有没有令你联想到是大黄蜂呢？两边的车身亦都印有 Transformer 的图案，加上流线型的车身线条，是不是很有型呢？今次套装亦都附送一架黑色的迷你车，小巧的车身，但佢的车模做工一啲都唔失礼噶，非常精致。跟住我哋进行组装过程，只要按下车头指定两个位置，就可以逐步变身成为一个总部基地。今次套装亦都附送小配件同埋一张精美嘅贴纸噶，等大家可以完美咁还原主题嘅场景。基地亦都有多个互动元素，好似升降台啦。今次套装附送嘅黑色小型警察车，原来都有一个惊喜噶。车底有一个图案啦，只要用上红色嘅灯片照一照咧，就会转换成为一个 Transformer 嘅图案，非常有心思噶。仲有无敌枪炮阵，非常之得意好玩噶。亦都有多条滑道，等车仔可以感受自由行驶的快感。更惊喜的是，这架大黄蜂的基地原来可以同上次介绍的盲盒组合在一起，建构更壮观的道路版图。更多互动的元素有待你发掘，这架大黄蜂玩具套装已经可以在玩具店有售。最后，喜欢影片就给个 like， 下次我们会介绍更多有趣的玩具。拜拜。